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想跟大家一起缝制一张被给毛公仔用的。我们首先要预备两块布，就是31×23cm。我们除了用毛巾，也可以用一些珊瑚绒或者毛的布，另外一边就是布来的。现在我们首先就是要在毛巾上面想车了个公仔的名字。我今次就没有用绣花的，就纯粹是用这个针织的设定。现在设定好之后就可以开始去缝制了。提一提大家，车英文字母的时候记得要换压脚，如果不是针和压脚就会撞在一起的了。我们车好了个名字之后呢，现在毛巾那个面即是个字就向着自己，另外那块布的面也都是要贴着毛巾的，即是说个底要对着自己了。将它叠好了之后，我们就要围着四条边去车一行线，记住留下2至3寸的缺口。今次我个女儿自己都想试下车啊，所以呢会车得比较慢啲。车好了之后，我们在四个角要剪走它。之后我们围着四条边去修剪一下，剩下大概是离条线 0.5cm 的距离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反转块布。之后我们用针线在个缺口那里用手缝翻埋它。现在我们就要预备在公仔被上面车花纹。今次我们就选了5里面的17，我们选好了之后就按确定。我今次就想着是在毛巾那边围着四边去车一行的，我们记得要换上我们喜欢的颜色的线，现在就可以开始了。车好了，我们现在检查一下先。多谢收看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同埋记得揿埋隔篱个钟仔啊！下一次将会同大家一起做一个前面开拉链的单层袋仔，亦都会示范点样样车裙边带，记得收睇啦，多谢。